上头上头上头就好看，大哥上头了就打赏一下呗。这个是分体的，一般手套不要坐在这个衣服上面，因为手套很容易破。没有皮靴，没有皮靴啊。希望大哥给我赞助一下。狗口味的眼镜，点首歌送给你，稍等一下后。你不问我，你也不知道啊。证明在那个视觉上根本就分不清楚。只有那些很少穿交易的人才会说，哎呀，连起来才是最有感觉的，因为他们没穿过，不知道连起来保养跟那个清洗啊，还有那个穿的时候都很困难。能这么问出来这个问题的话，平时应该不穿交易。如何分辨新手，就是看他有没有这种要求。一般有这种要求的话，都是新手，穿都没穿过的。好热，我歇一下。现在刷的我都先不跳了，太累了，又热又累，又没有人关心我，又没有人心疼我。你问这个问题就跟你的名字一样，多余。
听我的小花花死人机。谢谢各位新人的关注，麻烦帮我点点赞，谢谢。现在点赞已经到10008了，好开心。那时间来到10:44是吧？应该是大主播还没有下，所以我这边没什么流量。就是在线人数84个。谢谢你大牌，谢谢你们的灯牌还有破卡，谢谢小亮的鲜花。拍肚子，然后摇头晃脑的。我两边都有在啊。哦，仓鼠。谢谢又团卡，谢谢你成为我的粉丝团成员，谢谢你们的关注、小心心还有那个点赞。谢谢许涛和投喂的小花花。海绵宝宝派大星啊，什么啦？海绵宝宝派大星，我只拿了那个，只拿了那个派大星，海绵宝宝到处没有。谢谢许涛儿的小花花3个。亮不亮？弹幕告诉我亮。
油亮不油亮？为什么一下子又掉到40多个人了？我怎么回事儿啊？80多个人，没有一个大哥刷个礼物吗？大哥们刷个礼物不就跳舞了吗？帮我留一些人气嘛，一点小礼物啊，是吧？一个墨镜又影响不了你的现实生活，对不对？奶茶都不够一杯啊，蜜雪冰城除外。就是直播间很多人的时候，就没有人刷礼物，没有人刷礼物，不给跳舞。你们要帮帮我呀，帮帮我呀！谢谢新进直播间的小伙伴，麻烦可以关注一下吗？然后可以帮我点一下赞吗？怎么直播间没有人说话的嘞？你们都在干嘛啊？你们在直播间里面干嘛啊？为什么不说话？好奇怪呀，人也不少啊。可以，累了可以先歇一会儿吗？不想 PK。 我找别人 PK 有什么好处吗？没有什么好处啊，有可能会被举报呢。而且又赢不了，为什么我要跟人家 PK 呢？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我直播间又没有大哥，我 PK 来干什么？啊，除非有个大哥说啊，你尽管放心去 PK， 医药费我来付，是吧？那又不一样。别说话，好寂寞啊！我直播干嘛呢？没有人说话的。